原警在巡逻玉里镇建国四街时，发现一名骑士没有戴安全帽，手上还拿着武士刀，赶快上前盘查。骑士看到警察，居然就把刀插在轮胎上，马上被警察给压制住。事后还在骑士的身上搜出针头，还有海洛因毒品。原来这名骑士呢，他有毒品前科，这回疑似因为吸毒过量，还喝酒，在路上拿刀挥舞，结果被警察逮了。别动！原警巡逻玉里建国四街时，发现一名骑士没有戴安全帽，手上拿着武士刀就上前盘查。骑士看到警察，竟然把刀插在轮胎上，马上被警察压制。停手，上来！出来啊，给你机会，你自己来啊！靠背，靠背，靠背。事后还在骑士身上搜出针头和海洛因。原来这名骑士有毒品前科，这回疑似是吸毒过量，还喝酒，在路上拿刀挥舞，结果被逮。男子看见警察，随即将武士刀插在车轮上来躲避查缉。本所原警见状，遂上前压制及逮捕上铐。现场查获一把已开封之武士刀，一支内含海洛因之注射针筒，并查获三级毒品及一把蝴蝶刀，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。吸了毒骑机车又没有戴安全帽，东躲西躲还是躲不了警察，危险行为罪加一等。现在这名骑士只能乖乖蹲警局接受司法审判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